常规的衬压反面料是一种应用很广的涤纶材质，但是呢，它有一个显著的缺陷，就是吸湿排汗性差。基于这种原因呢，十三姨自主开发了十字形的涤纶原材料，用其制作的面料呢，在保持原来的弹性和柔韧性的基础上，大大提升了吸湿排汗的性能，使服装的舒适性显著提高。